今天4月29，马上五一要到来，大家我们每一年都一样，也拜托咱辖区里面的风景点、各景点的这些伙伴来跟我们劳工伙伴能够打折的部分，就后面是来鼓励坑点这些的港口朋友，啊，当然能在五一劳动节，甚至有些企业还蛮好的，整个月五月份都来做打折的部分，就是这我代表。作为的港朋友，刚小安辖区里面，我们来响应我们这样活动的企业主。另外一个部分，昨天4月28是我们工商日，呼吁大家在职场上，大家收听政委为咱辖区拍表，上重要要落实伟泽市长的希望家园，一定在职场上一定要落实职业安全卫生的相关的议题规定的部分。所以，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呼吁大家在职场上一定爱教。去工你落来，就是别再偷工减料。偷工减料意思求快、求顺、求简、求方便，而忽略相关的规定。安尼，咱伫职场上修警周围拍拼，职业安全卫生落实之后，我们才能够享受天伦之乐，落实伟泽市长的希望家园。大家一起加油！